弥勒佛，全名称为东来下生弥勒尊佛，伊是一尊弥勒佛。根据《弥勒上圣经》记载，弥勒佛将是下界释迦牟尼佛之后而降生在人间，而伊也未成佛之前，则称为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下凡救世的预言，在佛教各派别的经典中拢有描述。佛教徒拢将弥勒菩萨视为救世主。在汉人文化内，随着汉传佛教的普及，弥勒信仰被民间信仰所吸收，因此信仰相当广泛。除了佛教徒之外，白莲教、一贯道、道教也有民间信仰，拢有供奉弥勒佛。以佛教立场来看，弥勒佛的降生是为了救度人类能够离苦得乐，为人类创造出一片净土，进而衍生出弥勒净土法门，借着称念弥勒佛的圣号，在未来东顶莲华三会，应生在弥勒净土中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风神本神之传说》弥勒佛的故事。今一集咱讲到布袋和尚伫咧为灵峰洞修行的抓仙传说佛法。抓仙对持修戒律有一挂难处，包括五戒、不杀生以及不邪淫，这两条的戒律实在是做未到。布袋和尚认为戒律是佛祖制定的，想要成佛一定要修五戒。对抓仙无法度修戒这件代志，布袋和尚去求助身边的老和尚。身边的老和尚讲，五戒是绝对要遵守的，会当用引导的方式慢慢啊进行，一点一点要求。等到因缘成熟，自然就会当完全持守戒律啦。布袋和尚知影安尼做，伊先要求抓仙点照实行，而且对身躯边的伴侣爱忠心，袂当亲像以前安尼伫外口乌白来犯着戒律。在佛家的看法上，人道是属于六道轮回其中之一。人以修只是一线之隔，人属于动物，自然免除不了修行的存在，是因随着时间的进化而步入了文明，人类才渐渐脱去修行，成为真正的人。动物的本性存有好歹，相对的人类也是同款，因为人类有接受教育，真理被驯化，动物也是同款。鸟、狗等动物经过驯化之后，就可以融入人类的生活，成为家庭中的一份子。至于野生动物无被驯化，自然就必须也放在自然界中。布袋和尚对抓仙因开始说，人至少经过千年以上的修行，才得处人心，这是外人无容易的殊胜因缘。如果无继续深入修行，乎家己存活在半人半兽的状态内，岂不是相当讽刺吗？老抓仙说，阮抓族必须繁衍后代，就如同人类繁殖子孙同款。不邪淫的戒律，阮可以遵守，但是不杀生，阮是戒然掌明。布袋和尚说，无关系，我尊重，但恁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：未当完全修五戒的人，就无法修得完全人形。一旦逾越天条的话，就会打坏原形，永远在畜生道中轮回。这样的结果，您接受吗？抓仙人开始议论纷纷，内心相当煎熬。
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只能守世界，唯独不杀生无法遵守，布袋和尚感到相当遗憾。朱魂在一旁安慰布袋和尚说，一切万物皆有由缘与路顿，幸运与难道之分，有缘道有生劣败，弱弱强食。蛇仙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因就必须承担，无的确这就是因身为蛇的宿命吧，咱无法改变伊，就只好接受。咱如是向玉帝禀报，让玉帝去裁决吧。蛇仙经过布袋和尚的教化，已经戒满三个月。玉皇大帝召见蛇仙因到凌霄宝殿，玉帝问蛇王说：“修行结果如何？”蛇王回答说：“乃咱完全证明。”蛇仙有家己的坚持，伫个佛法的观点来讲，就是五执。五执无啥物对甲唔对，只是看家己安怎做。结善固执就是好事，对个代志唔免丢毒，做就对啊。玉皇大帝对蛇仙讲：“人是万物的主宰，必须爱爱护动物。祭天敬神，拢爱用素食。既然恁无法度遵守五戒，只好予恁保留原形。一生中爱经过几落界脱皮的痛苦，希望恁爱记住这个教训。脱皮一戒代表一戒重生。”重生了后，您就要好好啊修行吧。布袋和尚感觉真见笑，向玉帝道歉。玉帝知影布袋和尚已经尽力了，只是蛇仙的习性真歹改变。有即卖成果已经是真难得啦，唔免伤过严格来要求。文明的社会，亦是国家，拢存在一种优越感。对于较良恶的地区或国家，拢会投以鄙视、唾弃的眼光。大乘佛教兴盛的国家，对于崇尚小乘佛教的国家，也是投以异样的眼光。其实人并无贵贱之分，是人对于事物的价值观有所不同。因此，佛教强调的是心灵的富有。离非物质的富有，朱魂对布袋和尚提出质疑说：“为何大乘佛教国家就是文明的象征呢？”布袋和尚说：“非啊，这是错误的认知，是大乘佛教的自我偏见。同款是佛陀所传的法，不来有得之分。佛陀是依照个人根器不同。”所开设的无同法门，如果有优劣的话，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朱魂又提出质疑，但在凡间有法时，在大乘佛教兴盛的地区，看起来十分欢迎闹热，让人非常向往。布袋和尚笑笑说：“确实，不过也容易让人沦丧。”道体修行，朱魂露出惊吓的表情说：“师父，为何会造成道德沦丧呢？”布袋和尚说：“过犹不及，皆不可为，唯有中道，才是大德道。”朱魂摇摇头，听不知布袋和尚话中的意思。布袋和尚解释说：“问题不在大小乘，是在人心。佛陀所说的是一性法，后代弟子因所传的是分别法，自然就容易两人产生分别心。”朱魂点点头说：“原来是人心在作祟啊。”布袋和尚接着说：“佛陀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中有提到羊车。”鹿车以及大白牛车，由于羊车与鹿车所承载的数量较少，所以称之为小乘。
相对的，大白牛车所承载数量大了足济，因此称之为大乘。而乘就是车辆的意思。慢慢的经过演变，就成了区分派别的名词。真理演变到了现在，竟然成为壁垒分明的两个教派。朱云说，大乘佛教国家外表看来是文明又繁华，但是内心相对空虚真多，这是我家己的感想。布袋和尚说，佛法被扭曲，不是我所乐见，但是到了目前，这部禅地也非我能力可以反转啊。布袋和尚是弥勒佛投胎转世，要为众生找人间净土。神之传说故事步步精彩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推广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半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。身边的老和尚叫布袋和尚，不用失志，众生难度知道有缘人。伊讲，咱唔当强迫别人认同咱的论点，只爱先做互人看，互大众对咧做就对啊。出家人爱做模样，若是只靠嘴讲，别人是袂相信的。你先做，自然有人就对你做啊。布袋和尚突然间明白，伊讲，人生以后要以菩萨的样貌来度化众生。老和尚讲，其实你已经伫咧行菩萨道啊，只不过名称是无改变的。啊，若无改称呼，你叫做弥勒菩萨。我相信以后跟随你修行的众生会愈来愈多。弥勒菩萨出了道术内，已拜别了佛祖，准备下凡到人间。诸佛对弥勒菩萨说：“师父，从今天起，我对你改称菩萨，你也愿意把我带到身边吗？”弥勒菩萨说：“当然愿意。如果你想要留在道术内院内修行，我也无反对。若是有你伫我的身边，对我来讲会有相当大的帮助。”诸佛问说：“菩萨，那咱下凡之后要做一挂什么呢？”弥勒菩萨说：“咱要先行建道场，有了道场，才会当度化众生。”相传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五迷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，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，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。至于弥勒菩萨的道场，据说是在梵净山。于是弥勒菩萨甲诸佛两人来到了梵净山。梵净山简直像是一座香格里拉，有着矮矮的白云飘在深蓝的天空中，地上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坡地。草坡地上有一处处的小水池，水池边有白灵狮在休困，水池上有野鸭在耍水，犹如人间净土一般。诸佛问菩萨说：“菩萨，咱的道场要如何兴建呢？”弥勒菩萨说：“这带水池真多，咱就起一座水上的道场。水池的水晶如明镜，不但可以洗灯，也可以关照家己。要有天上的明月映照，以及壮阔高山的缩影，气象万千，犹如人间天堂。”诸佛说：“池塘有偌大，道场就有偌大，真理心量就有偌大。”弥勒菩萨说了一首偈语：“人乐心不乐，人贫道不贫，一心爱修行，常在道中班，世人爱荣华，
我不争丢面，名利终成空，贪心无足也。诸魂不知这首寄语的意思，请弥勒菩萨解释。弥勒菩萨说：人乐心不乐，人贫德不贫，一心爱修行，常在德中办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只要有心，做什么代志拢不难。既然咱有心要设道场来度化众生，只要道场一设，唔惊信众唔来。注意世人爱荣华，我不争场面，名利终成空，贪心不足也。这句话是用来警惕家己，也是用来告诫世人。只要咱的道场有法，就能够度众生。众生只要能担保名利，心灵才能获更多的财富。弥勒菩萨在梵净山开设道场，为众生讲授《弥勒上圣经》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信众爱听的经典是《阿弥陀经》，祈求未来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弥勒菩萨对信众解说，未来净土唔仅只有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，另外也有一处弥勒净土，遐有弥勒佛主持伫道术内院。大家透过修持弥勒法门，会当更加快速去到极乐世界。信众听完弥勒菩萨的说明，大家开始将代志传出去，来听法的信众。每天都在中家中道场客家满满都是人，其中也有不少的出家众来听经，他们听完了立志要弘扬弥勒法门。出家众四处去宣讲传播弥勒净土的理念。过去布袋和尚是一处一处在替众生找找人间净土，自从有了道场了后，弥勒净土遍地开花。每一座弥勒道场就是一处弥勒净土。离修持弥勒法门便形成一股风气。修持弥勒法门有所谓的五念门，包括有礼拜门、赞叹门、祝愿门、观察门以及回向门。成就了五念门，才能到弥勒净土。第一，礼拜门的修法是礼拜阿弥陀佛圣像，以五体投地的方式进行礼拜。二修的是咱的身业。第二，赞叹门的修法是称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修的是咱的口业。称念佛号的意义是赞叹如来功德，因为佛的十号，也就是如来、应供、顶正觉、明行足、身色世间界、无上师、调御大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每一个名字拢蕴藏着有无量的善法功德。第三，祝愿门的修法是发愿往生阿弥陀净土。第四，观察门的修法是观想弥陀净土的种种功德，是着重在个人的智慧开展，进而如实了解诸法。而观察门所观的三个要行分别是完毕道术天上功德庄严，完毕一生菩萨功德庄严，完毕天将功德庄严，以即是修咱的意业。第五，回向门的修法是将以上所修的功德善根回向一切众生，令其苦恼消除，并愿以众生同生极乐净土。为什么修弥勒法门爱礼敬阿弥陀佛呢？因为阿弥陀佛是西方的教主，主宰未来往生大事。
弥勒法门是一条方便的法门，可以快速通达极乐世界。西方有极乐净土，道术天有弥勒净土，东方有琉璃世界，就是药师净土。每一处的净土都是合法的人最终想要去的所在。不管是修什么样的法门，都是可以成佛的，选择跟自己契机的法门，认真精进去修持，每一条都是会走上成佛之道。现在布袋和尚转换一个身份，成为弥勒菩萨，以尽心尽力宣扬佛法，希望早一日成就道业，承接释迦佛的脚步，继续度化众生。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弥勒佛的故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天津话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弥勒佛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佛教教义有所谓的六道，指的是天人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以及畜生。人之所以得到来生，是因为前世修来的福报，而蛇仙好不容易修得人心，却不好好在天庭修行，换得完全的人生，竟然贪恋凡间财物，抢夺无辜的人。布袋和尚把蛇仙抓回天庭之后，为他们宣说佛法，但是蛇仙有根深蒂固的习性，无法彻底消除。布袋和尚要蛇仙遵守五戒，蛇仙表示唯独不杀生这条不能遵守，爱难求命。玉皇大帝只好让他们得不到人生，必须接受脱皮的惩罚。慈云对大乘佛教以及小乘佛教产生了质疑，为什么实行大乘佛教的国家是文明又繁荣的倾向？布袋和尚表示，大乘佛教以利他为宗旨，但是长久下来会养成人性的怠惰，而小乘佛教则是太关注个人的修行，反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，两者应该融合，以一乘法来推动。弥勒菩萨对佛祖说，我在东帅内院修行，还是必须要重回人间历劫。于是再次带着慈云再次来到凡间。布袋和尚转换了身份，以弥勒菩萨的形象来度化众生，期盼众生可以好好修行，未来在龙华会上人人都能成佛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弥勒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苦众生，众生现化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本上帝神威，众生帝神威，安民官公上界公义气。革命时代的功，在心也叫做着功名，不在心里你感觉荒废，为民发风是上帝功，发现过海电信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造心也一向爱吃甜，是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，大汉拢会通。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镜古未相难。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二路佛度大大，欢欢喜喜，啥物拢唔惊。仙风也上路点酸。做好做坏，谁知影？
卡大山难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沉重。土海人常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。人祖地父母念路往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情海海做人爱实在，放空唔通了心来做歹。但是地球中亲爱宝贝，予你无法保。